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声中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会再介绍 PVP 最后一篇的，就是有些什么实战技巧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啦。咁介绍实战技巧之前呢，咁有啲观众都问过一个问题，就係关于个阶段啦。咁如果我个阶段升到去冠军五，我再打落去不停咁输的话，会唔会跌返落去再下一个阶段嘅排位，就例如大师呢？咁呢度再讲多次，就係唔会嘅。就算你去到3500分，再点样输落去，或者你係咁输都好啦，你都唔会再跌阶段嘅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只要上到冠军五，一入战即刻咁放弃，系咁输系咁输，输到去可能20场、30场都好，你都唔会跌阶段，所以你都可以保持每一个星期都系 keep 住冠军五而领取呢50粒水晶嘅。咁实战阶段啦，咁分享翻4个小心得啦。第一个心得就系排位方面，因为排位咧都会影响到你获得卡嘅情况嘅。就例如呢一张相啦，咁我将红雷帝就摆去最左边，咁而我哋每一个角色咧系会可以抽取6张卡嘅，咁呢6张卡咧都系跟翻每一个角色啦，可以获取2张卡，蓝金啦、绿马林啦、红雷帝，而第7张卡咧就系随机去获发，咁如果我哋好好运地最左边嘅就系红雷帝，而第7张卡亦都系红雷帝嘅卡，我哋就可以免费获得咗1张2星嘅卡，唔需要移动任何嘅卡就可以获得到1张2星嘅卡。另外就系会望一望对方啲能力值啦，咁如果对方个防御力或者 HP 值系比较低的话啦，咁我通常都会先手系秒咗佢 HP 值较低嘅其中嗰一位角色。咁因为呢一隻游戏都系嗰句，越快秒到对方其中一隻角色呢，我哋嘅优势呢就会越多。咁因为人哋当少咗一隻角色啦，佢获得嘅卡牌就会由7张啦就变成6张嘅。第三个技巧就斗快草必杀技啦。咁因为呢个游戏都系越快秒到对方嘅其中一隻英雄呢，佢得到嘅卡就会越少。好似一开头我哋3隻英雄都健在的话呢，我哋系可以获得7张卡。如此类推，我哋如果得返3隻英雄就6张卡。2隻英雄5张卡，1隻英雄只系得4张卡。因为呢隻游戏呢，佢最高嘅输出技能呢就系必杀技啦。咁必杀技通常都可能有500%至600% 嘅额外伤害啦，基本上咧，我哋只要出到必杀技啦，就可以近乎秒到对方其中一隻英雄，咁就可以获得到一个先机喺入边嘅。少少心得就系要掌握到自己个队伍个优势喺边度啦。咁就例如我而家呢个队伍啦，咁其实系玩3个属性嘅红绿蓝组，咁最尾嗰只就辅助角色啦。而我呢个阵营最主要玩必杀技流啦，咁一开头就会食个加1必杀技料理啦，咁绿马林就会加多一个必杀技，咁我哋只需要凑到3粒珠珠咧，就可以即刻出必杀技噶啦，咁就会比对方更加快啦。咁所以我最主要咧攞红雷帝，就用呢个挑引啦，令到对方无法石化我另外右边嗰2隻角色啦。而绿马林咧，佢呢招完美立方体啦，可以有个保护罩噶，令到对方如果想石化我哋嘅角色啦，例如红雷帝嘅时候，佢就会石化唔到，因为佢仲有个盾牌。咁而蓝金呢，我就系攞嚟辅助补血啦，同埋石化对方嘅。而我最大嘅输出位呢，就系放翻红雷帝啦，用必杀技啦，因为必杀技佢都有大概700% 嘅额外伤害喺入边，系啦。咁如果合计有864，咁其他嗰2隻都系靠必杀技输出噶啦。咁我单体嘅伤害咧，其实系10分之低嘅。冇乜啲例如六神速啊，或者闭班咁强大嘅攻击技能，主要系斗快草必杀技，所以大家咧都要熟习翻你自己个队伍优势喺边啦。而而家个时势就会出咗闭高啦，咁闭高就会配一配呢个阿瑟啦，不停咁有个加 buff 嘅状态，再加以因为阿瑟咧佢3叻卡嘅时候系免除任何嘅debuff 嘅效果出现，咁所以咧呢个组合亦都系好强势，变到咧原先上一周咧系6队系比较强啦，而家转到今周出咗闭高之后咧，就变咗红队又变咗强势咗好多啦，视乎翻现时个对手啦而去作出任何调整。咁接下来就有个实战影片俾大家参考翻。
じゃなくて。スナッチ、これでどうだ。ここからはそなたらが私のモル。はい、こちらへ行けるエイフォーキャスティボル第8形態ハレンガーデン、はっ、エイフォーキャスティボル第8形態ハレンガーデン、もう休んでいいんだ。总结而言，并没有最强的队伍，只有是大家怎样去运用你队伍的最大优势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，欢迎在下面地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